兄弟们，我们抠到基本上那个人啊就走不了了。来，我们进来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哎呀，没，嘿，哎呀，拿下，还敢往前走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全军出击！哎呦啊，这是有眼儿还是怎么回事？耶！呵！耶！我先疾跑一开 W 溜 Q 哎，根本就不走位，不走位那就算，我就一直往你那脚底下撇。吃个塔皮，没了没了，再吃，耶、yeah! ！给个一技能，地火，传火。地火抠一下，传火，没蓝了，我这停停不完了，回家出仪式的章节。为什么火蓝身上的裤子烧不坏呢？闪现 W 溜一扣全空平 A 平 A 马上升级，往后拉一点，耶、yeah!为什么没语音呢？这人物音效咋没了呢？我是怎么哪里不对劲感觉？没有音效哎！我疾跑一开，开大招 Q W 溜，敢送火箭？谁送火箭就是这个下场。啊！中单金克斯过去了。兄弟，你的技能撇的有点歪呀，谁乱配技了？算了，
有的英雄他会没有音效，刚才那鸡好像也没有音效。走位还挺好，再给我走位，哎呦，再给我走位，我弹，耶！你给我回头！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闪现？耶！来，你给我走位来。哎呦啊！我小心火箭啊！我小心火箭，我这么点血，我这么血，两个火箭啊，两个火箭，我这么点血很容易让人就送火箭。小心点，耶，抠你一下，弹死了。我觉得俺们家得有出炉灯，有出蓝灵汉苦楚，都出苦楚是不太好。哎呦天哪！这都扣不着吧，兄弟们！兄弟，我先撤了啊，这火箭我就不要了。回家赶紧美甲窃魂卷。下路的金克斯怎么回事？可以追，你跑得比他快。哎呦我这虚区，我起跑一开减速我，哎呦我今天我不把你打死。快点快点，送我火箭了，我不要。快跑！他们跟我们分带，我们好像有点带不过对面啊！哎呦，我这火箭！来，怎么金克斯开始有点狂了？来，弹着没？嗨呀，我动不了，完了，兄弟，你被一个打着，那基本上就够呛了。哇，叮！哇，漂亮，兄弟，中推中推中推，一
会儿他们几个上来，我们一顿弹啊、哦！每个人撇一个，中推，中推吧。刚复活就要送我火箭，他十八层美甲窃魂卷，我们该中推了，兄弟们。哎呀，不行，要送火箭了，快快快快快，挺难搞啊，他们这距离比我们远。啊，他们这距离比我们远怎么办啊？这射程，我得回家了，不行了，兄弟们，我得回家了，得回家了。嗯，这怎么死的？你咋不放技能呢？让我译一下。我觉得这火蓝打金克斯还真不是那么很好打，不太好打呀。来，咱们把那峡谷打了，然后去推中路就好推了。咱先把峡谷打了。我打不过他，漂亮，拿的拿下吗？拿下中推，哎呦我，技能一个打不着，对，得要金身，我发现这必须得要金身，没有金身不太好打。一千六，我们来个沙漏。等一波集合啊，等一波集合一波吧，俺们得来集合一波，兄弟们，不能让金克斯耗我们的血。可恶，我的美甲窃魂卷。来，来中团，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跑得太慢了，这。哎，好一好扣飘的这波右后。没事，先把塔拔了。金克斯挺猖狂啊。没事，给他拔了，他们不回家。快来个
没人看看我？舅舅，我给你个大。来了一波双杀，还行。双杀。这个美甲窃魂卷我决定给它卖了，不好用，换成大天使吧。他们的门牙塔没多少血了，把最后门牙塔一推我们就好打了。冰杖啊，买不起了，只能说是买不起了。小龙打一条吧，要和俺们中推一波。哎呦我靠，没抠着。没血了。疾跑一开我往前冲，抠。赶紧推。还不回家啊，还不回家，来来来来来，轮到我们了。叮，还行，双杀可以接受，就剩你一个了啊，应该应该是无法虐全了，不过拿下了。哎，这泽拉斯确实还行哈，我觉得可以玩一下这泽拉斯，下把咱们来个泽拉斯吧。